前两天推荐的这款西伯利亚 SLE DC Pro 耳机，有粉丝觉得价格太贵，压力太大，那不妨试试这款西伯利亚 V13 耳机。这是一款主打百元市场的耳机，非常适合预算不多的玩家。黑色外壳搭配蓝色灯光，极具电竞感。耳机两边可上下拉伸调节，耳罩摸起来虽然没有西伯利亚 SLE 软，但是戴起来也绝对不闷。 SLE 耳机重量差不多在330克，这款 V13 的重量是290克左右，竟然比 SLE 还要轻，佩戴舒适度也完全 OK， 久戴耳朵也不会感觉到痛。这是耳机的控制器，可调节音量大小，也可一键闭麦和一键静音。我今天带它打了2个小时的吃鸡，发现音质方面和我经常用的 SLE 耳机几乎没太大区别，枪声不刺，脚步声也听得很清楚，玩吃鸡肯定是够用了，听歌看视频更是不在话下。麦克风说话队友也听得很清楚，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没有 Type-C 口，只有 USB 口和 3.5 毫米圆孔接口，我今天打游戏都是带着转接器打的。耳机还是很不错的，性价比很高，学生党或者预算不多的玩家真的可以入手尝试一下。